大家对于兰博基尼的 Huracan 的各个版本可能都有所了解，而我身边的这台 Huracan 是比较特别的，它就是兰博基尼带到广州车展上的 Huracan Technica 60周年限量款，它是为了纪念兰博基尼成立60周年而打造。那它的识别特征呢，主要是这个绿色的饰条分别分布于它的前盖、车顶、车身的侧面还有后视镜，另外呢，车门上的60的数字也是它的识别特征之一。车里面呢有一些绿色的缝线、绿色的饰条，还有座椅上也有一个60的刺绣标。它的硬件方面呢是和普通版的 Huracan Technica 是保持一致的。它的 5.2 升 V10 自然吸气发动机呢，最大爆发640马力，3.2 秒破百。或许这些数据在如今的一些电车面前啊，显得也没那么夸张，没那么快。但是电车跑得再快，它的模拟声浪做得再逼真，也没有一台真实的 V10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声浪带来的那种极致的听觉享受。那所以啊，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有能力购买一台 V10 的兰博基尼，那就赶紧出手吧，尤其是限量版，那是更加的值得收藏。另外呢，这次广州车展的兰博基尼展台上还带来了 V12 的混动超跑 Rebuilding， 还有后面的这一台 Urus S。如果你来了广州车展呢，记得过来欣赏一下。我是可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